招生散班的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上午还没煮到活路哎，阿妈你加班了，慢点喽，王师傅。新包谷。种子两个，路得稀饭，做活路忙起来的也没看时间，现在中午十二点钟了才吃饭。好热哟，帽子去了。如果是耍那天的话，在家里面呢，那时间就难得混。杏鲍菇炒起多好吃的，拿个粽子，这是端午节买的，还没吃完。川少他说，吃稀饭嘛，就带点个粽子吧，吃着才有力气干活啊。这是黄米粽子哦，啊，都好切的。Thank you.